走。好，刘博，可以的。哎，不错呀，很厉害，厉害厉害！你只要这一关不落水，基本上不会呛水的，放心吧，大胆的往前闯啊！哎，好，哎，好的，漂亮，勇敢的往前爬。你一定要注意啊，该趴，趴的低一点就趴的低一点。障碍物没来的时候，可以使劲跪着往前爬，对的，趴下，好，对，好，加油加油，继续。有前车之鉴了，我们一定要吸取教训。令加油，注视着你。加油，刘博，好样的！好的，顺利闯过第二关，漂亮，非常的顺利啊！啊，现在来到了蜈蚣岭，看他的表现了。刘博，这个时候要利用你的大长腿优势。哎呦，果然很轻松啊！此刻你的大长腿特别的修长。谁说女子不如男？你看我们被摔的也很不好。不好看，刘博，加油！加油！小心啊，小心！哎，往上跑，好的，上到最高处，跪着往前爬啊，跪着往前爬。对，用膝盖往前走，稳住啊，掌握好平衡。像在起跑线上的姿势，对对对，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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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紧，抓紧。好，太棒了，刘博，冲下去。刘博，我们已经看到了两个大奖在向你招手，向前向前，抓紧绳子，无论如何不要松手，抓紧绳子，无论如何不要松手，抓紧，抓紧，撑住。哎呀，快，刘博，快，快快快，还有时间。好，成功！恭喜恭喜我们这个毛豆组成功了，成功获得了由我们这个诺亚洲教育电子提供的价值1298元的诺亚洲点读机一台，以及由西博年手机提供的年轻时尚手机一部。我跟你讲，刘博啊，同样是好姐妹，真的是一个天上一个人间。姐妹们加油！走。曾向呢，今年17岁，他来自济南，他非常的喜欢运动，喜欢跳健美操，目前呢在学习模特专业。完了！哇！还有120秒。真笑真笑，我们希望你真的可以笑傲赛道。现在已经有一次落水了，姐妹们也在主舞台上非常关切着你的比赛，而我们三位债主也是希望你能够来加油，我们看好。当然我们这个真笑呢，今天穿的是一身黑色的比基尼，也希望你能成为今天我们赛道上的第一匹黑马。好，我们现在看到的真笑呢是在我们的第三关蜈蚣岭，那我们的真笑是今年17岁，来自济南，平时的特长呢是喜欢跳健美操。还有他的好姐妹呢，都是学习模特专业的，她们的身材都非常的漂亮啊。不过一看出来，她们也都很坚强、很勇敢。那真笑现在一直在拼搏。好，现在是蜈蚣岭最后一关，好，抓紧时间，这是个好机会。好，现在马上来到第四关，擎天柱。啊，真笑呢，现在在擎天柱上正在向前端，慢慢的移动，他要通过。最后的一跃呢，跃到第四关及时雨的平台上。好的，勇敢，漂亮，抓紧绳子，抓紧，抓紧，9 8 7 6 5 4 3 2 1，时间到。哎，好的，真笑表现很好，但是呢就差几步，如果刚刚在
擎天柱上没有浪费时间的话，应该时间还是很充裕的，很可惜就差几步。王小印，请准备。走，抓紧啊，扑上去一定要抓紧，胳膊用力，胳膊用力，好的，接下来给我们闯关的是我们的王小燕，也是我们这个美了美的组合当中的二公主，同样的也是17岁。这个赛道上呢也来过了不同版本的几个小燕子了，那雌小燕子非比小燕子，那这是一位来自于济南的17岁的模特美女王小燕。那现在呢她正在奋战在我们的第二关流星锤，那希望这只小燕子可以飞过我们的赛道，能够登顶成功。我们的节目呢是由黑牛食品特别冠名播出的，如果您闯关成功的话呢，就有大奖要送给您了。成功的选手呢将会获得诺亚洲教育电子提供的价值1298元的诺亚洲点读机一台，以及由西博手机提供的西博年轻时尚手机一部。好，来到了蜈蚣岭，小燕你要起跳，起跳才可以。时间在一秒一秒的过，而我们的小燕在一步一步走。那现在呢，我们的小燕踌躇在我们的蜈蚣岭之上。他是迷路了吗？不、哦、他的方向只有一个，那就是向前。加油。好，又过一个，很好。在加油的同时同样要加力，在加力的同时呢也要加跳，哎，这样就可以很轻松的通过我们的蜈蚣岭了。好，好，又翻过一个，还有最后一个障碍，我们翻过去，抓紧时间。好，看看有没有机会走一下我们的擎天柱，迅速到顶端。时间到，非常遗憾啊！接下来，优越，请准备。走，优越今年17岁，他来自济南，也是一名模特。他呢，除了模特专业之外呢，还很喜欢唱歌。好，第一环节就落水，直接进入第二关。好的，优越，在有限的时间里跑起来，小心。优越加油，你要像名字一样优秀，加油。来，优越马上就要闯过你的第二关。好的，站起来。好的，这一关可能对于你们来说有一点难度，掌握好节奏感。好的，我们的小月，我们的小月继小燕之后，哎，现在是奋战在我们这个蜈蚣岭。小月啊，我跟你讲，这个刚才小燕呢没能闯关成功，好姐妹已经扯死了梁子了。你用手抓紧了，然后你别这样翻会特别疼。哎，能理解这个好姐妹的意思。这个用手抱紧我们的蜈蚣岭的横杆呢，都是神马，闯关才是王道。你能看得出来，我们的小月一直在努力。你们在商量什么？大声的说，她有什么？她有希望。所以说，好姐妹对我们的小月寄予了厚望，小月加油。好的，优越现在来到了擎天柱这一关，他的时间还非常的充裕。一向柱子的顶端，慢慢的，慢慢的，好，不要害怕，向前看。
看前面的平台，准备跳过去。走。哦，好险啊！好，迅速滑下去。接下来的及时雨呢，我们要提醒他，在这一关抓紧绳子。小月，快，快点！这一关抓紧，千万不能松手。如果你松手的话，小月，你将会功亏一篑，被冲下去。小月。好的，接下来刘洁颖，请准备。走。好的，刘洁颖同样是我们这个四个人的小组合美了美了组合当中的最后一位闯关的。同样也是一名模特，今年17岁。小心不要枪破。哎呀，好可惜。好的，刘洁颖，你要加油努力了，因为你是你们这个团队当中最后一个闯关的，希望你可以为你们这个团队赢得我们的诺亚洲点读机，还有我们的西博年轻时尚手机。快快快，往前爬。现在我们美了美了组合的最后一位，哎，漂亮的刘洁颖，现在正在奋战的第二关，我们的这个流星锤。你不能那样直身跳，一条腿起。对对对，你用两个手抱着上面，然后那个脚先着地，要不然会摔得很疼。加油！对的对的，好姐妹就是好姐妹，给出的这个经验之谈也是出奇的一致。哎，都希望我们的这个洁颖呢，也是在翻越这个蜈蚣岭的时候呢，能够双脚着地。我跟你讲，她很想这样做，她也很努力的在这样做。但是往往现实和理想是有差距的。加油！刘洁颖，你的时间还足够，所以我相信你可以为你们的好姐妹，你们的这个美了美了组合赢得你们的荣誉。准备好起跳的动作。好了，快到了，掌握好时机。好的，漂亮。刘洁颖，抓紧时间滑下去，滑进，快！抓紧绳子，刘洁颖一定要抓紧绳子。及时雨来了，你可以先不动，一定要站稳，站稳，不要滑下去。抓紧绳子。哇！周明明现在是高三的一位学生，业余时间呢来学习模特专业。哇，很遗憾，在第一个环节呢就落水了，没关系，继续。好，来到了流星锤。是的，我们的美女一落水，我们的救生员都特别的积极。明明你一样勇敢。好的，明明调整一下。好，现在他来到了蜈蚣岭，这是我们的第三关，下落的时候起跳，下落的时候起跳。对，抱紧，翻过去。好的。下落的时候起跳。好。时间非常的紧迫。王玉雪，请准备。
次落水。第一关呢，这纵身一跃需要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大章鱼，然后紧紧地抓住我们的这第一个球。好，王宇璇呢也是一名高三的学生，来到流星锤，小心，好的啊，玉雪呢现在是在匍匐前进，好的，玉雪呢非常的坚强，一直在用匍匐的姿势前进，现在终于来到了第三关五公里，下落的时候起跳，记得在下落的时候起跳，一点都没有放弃的意思，表现得特别好。对，我们以为女孩子漂漂亮亮的可能也都会很柔弱，对，很娇气。谢谢玉雪。好，罗曼达请准备，Romana 今年只有19岁，她来自斯洛伐克。好，现在来到了连环马。哎，我觉得这每一关的这个距离对于他们来说，用身体丈量的话就好近呐、啊。哎，差一点就稳住了。因为是个子太高，所以重心不稳。重心有点高，嗯。Romana 呢是来自斯洛伐克，她来到中国呢也只是刚刚一个月的时间。Romana 呢目前还是单身啊，她呢喜欢有漂亮的眼睛啊，而且喜欢有幽默感的男生，最重要的是要有一颗善良的心。好的，那 Romana 呢是平时很喜欢玩篮球，那体力很好，她认为自己啊能闯关成功。也相信时间还有很多。好了，5公里马上就要过去喽。哎，长腿真管用啊！稍微起跳，轻松过去。好，接下来是第四关擎天柱。哎，好，那现在呢，已经到了擎天柱了。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看我们呢在第四关和第五关之间的这纵身一跃了。这个距离对于他身高1.8米的身材来说，就感觉哇，漂亮 ，wonderful。Romana， hold the rope， hold the rope tightly。好棒，好棒！太棒了，胜利在望。成功！恭喜恭喜我们的 Romana 获得了由我们诺亚洲教育电子提供的价值1298元的诺亚洲点读机一台，以及由我们西博手机提供的年轻时尚西博手机一部。哇！准备走。如果您在闯关过程当中表现出色，顺利过关的话呢，就可以获得由诺亚洲教育电子提供的诺亚洲点读机一部，以及由西博手机提供的西博年轻时尚手机一部。没关系的，三娘，继续勇敢地往前闯。今天美宁穿的这身漂亮的衣服犹如一个青苹果一样，虽然闯关略显青涩，但是经过我们月亮湾的池水之后，可以说是以出水芙蓉，非常的娇艳欲滴。要找准我们这一环节的节奏，因为你是习武多年，所以这个节奏感也是非常好的。对，就这样闯关，漂亮，继续。腿一蹬，立刻有发力。
常非常的可惜啊，因为刚刚美宁的表现还真是不错。没有关系啊，希望美宁稍作调整，有机会啊，愿意的话可以再来挑战。好，接下来呢，杜爽，起点站的这就是王英吗？是你吗？挥挥手，是你吗？你是个女的，好，请准备。杜爽呢闯关失败，也谢谢他的坚持，谢谢。